了楼上楼下的两层展览馆，老挝啊、越南啊、柬埔寨啊，都办得特别的热闹，让我觉得这里真的就是不仅国际化，而且本土化。我觉得不仅是生活上，还有很多商用品上，我们都可以加强联系、加强合作。其实不仅是我们印尼啦，整个东盟国家，感觉这里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在里面。